侬点击过不啦？点击过。哪能啦？零个。零个啊？是没？我看看也没有。零。到底新房改了？新房改了，电梯房了。侬搿搭旁边也没电梯了。再讲再讲，哪能零？伊做个不是？伊慢慢就要买个房子，说不定比侬贵呢。六楼，伊就。侬勿要开玩笑。伊拉是讲呀，买十万买不啥人钱。伊拉十万一个平方，我晓得。十万。伊拉来讲呀。侬瞎吃的伐？十万侬勿要瞎搞，十万。勿，我晓得呀。伊拉有。我估计十万要留。伊拉地基装好。侬真的，侬一天两户嘛，倒算了十万。侬讲讲一天七户了。伊拉讲搿讲有交关讲十万，我晓得。十万伐？十万勿可能。伊有点啥物事？侬勿晓得。十万为啥十万？哎。伊勿是一百个平方十万，侬一千万了。哎。伊只有十五个平方，一百五十万就要买了，地方能买得了不啦？十万是十万呀。侬侬搿能介讲嘛，对了。哪能勿对了？侬就东西呀。伊勿，假设搿搭勿。哦，侬讲搿能介一个。有必要哦。人家动迁了，年纪大啊，那个一百多万买盖勿是勿好啊？小人房间小点了，对伐？地方。我认可，伊里向一间大间嘞。哎，一间大间呀。造两间房间造男的嘞。哎。那么一百五十万正好十五平方。哎。有得好买伐？老早子，伊老早子房子大概。你老早子房子大概是厕所是在隔用的，现在不好买，要等到造好以后，要花好几年了，再付点筹工嘛。你老早子房子大概是厕所、煤位在外用的，哎。现在就动大了，改善了。改善糟糕，改善。这是异响，十万左右，但是你个拆下来有可能十万八兆，因为小型，对，买得出。小房型，侬讲。不是啊，一百平方、五十平方，侬就买不出了，买不动，买不动。我刚刚讲，这是啊，老夫妻两家头。还是要买土地，搿基本上一间头一家头等都还可以，是吧？侬讲叫老夫妻两家头吵相骂了嘛？勿晓得。等了大勿灵，房子小好。侬哪能讲？搿侬搿头找到个？没，要房子啥子呀？侬看看后头，万一好像是去买房子，人家六楼先，六楼的房型就是讲，到后头勿搭界了，一间间整起来去，全部大个，没小间个，就是少一只户。六楼对呀，六楼因为是新的，因为没人家嘛，伊自家弄个，伊要去拉家就是盖子啊，一楼要拉人。你就造成这个一间间老清爽，多来两间买它，你每张房子多两间。你搿搭大概年初一升就搿搭地方才是也做的，也用的，别样侪勿是。搿搭辰光就没了，全部是盗用了。搿老早老式房子呀。哎，我晓得搿估计像零几年房子。哦。搿搭辰光就全部是国家勿管㑚了，推塌好，那买也好，市场好，就结束了，勿解决了。搿是五几年老房子。搿是改造工程，我直接讲改造好了，真的比隔壁头好了，是吧？那隔壁头一天四户，一天五户啊？一天四户。哎，一天四户啊！伊搿地，伊就是伊。他叫好了好，又好又好，伊里向补缺勿灵个，补缺是根本要七，一天七户嘞。五几年个房型好了，一天七户嘞。一只卫生。哎，对，搿倒是，一只。厨房老小嘞。对。你这厨房间也小，卫生间也小，卫生间暗的，有两只卫生间暗的。那房间不同，房间不同。那个明白了，晓得吧？房间不同。那搿搭栋，一搭栋好，搿搭栋不一样。搿搭栋就是，伊搿搭有间，那搿搭间两间朝南的。哎，对。啊，但是后头不对头的，后头朝北朝西的，朝北朝东的，没搿是朝北房子。大些房子有，搿幢房子最好。我觉着搿个没，我觉着搿幢。十通路晓得伐？哎。你十通哎，十通，但是搿幢房子有两只天井了。哎，这我搞不清楚，你天井咋勿开算门呢？原来没门的呀。原来没门，侬讲。那么搿天井算侬的还是勿算我的呢？算伊的呀。算我爬出来了。哎，侬讲自家开。靠他开门，自家出钞票呀，侬关键放勿出来呀。哈，搿倒是。侬原来啥拨侬啥呀？哦，侬勿出要想样物事侪帮侬做到家。那搿我讲侬搿墙头砌了盖我。侬要靠勿老便当，我再雇海个人来帮侬落地门来做好，钞票来得了。他们下头还有一千块钱解决了，啥门修门呢？他们知道落地窗户好了。哎，落地门搿侬再对过呢，我叫人家帮侬来靠勿啦，侬出钞票了，便当来洗了，都现在一分勿拨，都还毛也够勿够吧？我没毛了，没毛了，没毛不长出来。我没毛不肥吧？毛不太多。没不肥吧了。有事侬要讨论好不好？能出出钞票？假设假设，有距离感又好不好？你两只天井也蛮大啊，两只天井五个平方左右嘞。实际好难平方嘞。哎，搿两只天井。两只天井啊？有两只天井嘛？哎，搿搭家是两只天井，十个平方大概。哎，我嘞。我两只天井。搿么楼道够了，下趟停停车子也便当嘞。嗯。啊，搿蛮好蛮好，蛮好蛮好。侬讨论好啊，像自家另外，侬出过钞票，侬有评论；，假如没出过钞票，有啥别？就像个路铺好不好？侬没出过钞票，肯定好个呀。
有辰光皮肤不好啊，要到老早皮。哎，你搞到你来去。要到老早。所以侬一分不出，侬假使我出了一千块哩，哎，后头还有个评论个。伊要拨侬钞票，外头过渡啊。哎，对。钞票付到石油个底对伐？这女的不会，你把侬还要付出侬的，因为侬一直没这么高的话，一直付出来，一直跟侬讲的，啊，上当官，三个三号头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着搿侬蛮好，哎，三号头我今年是今年过去，今年过去勿大会好，对个对个，这个比老好，好能清上效果了。哎，清上效果了，哎，好好比了嘞。这个地上去没地。哎，对对对。侬接我呢，差不多没翻一段路。对对对对对。侬老比当侬对过小人家做六千，你帮侬加老几，侬马上就要跑出来了。对对对。侬一翻嘞，侬差点钞票里加不了货。对对对。给你想吧。我觉着跟他蛮好嘞。蛮好，那这样就不错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很好很好。很好很好，这价钿比你挖到搿搭来买的。买了侬租户，租啊！侬讲去那天就当做一间房间，租拨人家四千块，对吧？好，少讲点四千块，就是不管当中阿里块阿里间房间四千块，哎，侬不割手啦？哎，侬再讲新闻子，就实际上是我租拨人家六楼，侬有电梯了呀？侬租得着？侬搿搭六楼，人家就想想摇摇头嘞，哎，对不啦？哪个搭六楼我就摇摇头嘞？你去坐上去了，坐不动嘞。老楼有地铁，再讲平价铺物业的。对个呀，侬我个，假使租租有这闲钞票，侬租租还合算。哎，十一，政府也是办实事的啊。